兩站，遠啲就維港匯，由呢度行過去七分鐘。維港匯位於南昌站麗盈街六號，屋宇好大，分三期，提供1437個單位。好嘞，我哋今日會睇間二期一座嘅 A 室，1536尺嘅四房。呢個私家 lobby 入嚟一個長形嘅廳，好嘞，闊身橫廳嚟嘅，一個大露台，同埋佢呢邊係向南望出去。好闊，同埋呢度玄关位，你可以挂幅画喺呢度啦，然后整个鞋柜喺呢边，然后就厨房，都系一个 L 出嘅，好靓。然后呢度门就可以放啲垃圾房，台面嚟讲就够多嘅，都有个10CB 嘅商务厨柜啦。然后呢度就系工人房。工人廁，又估唔到佢賣到咁快喎，好靚。呢度就主人房，每一邊都有海景，好正。都有一個細露台啦，望出去，又同咗邊嘅景觀。呢間就是套房嚟嘅，呢個都係 L 型嘅轉角窗望出去，我連個細房都有望，即係每一處嘅都會望到海景。呢間最大賣點就係你企喺呢間屋嘅任何一個位置都望到。樓上嘅單位賣咗5000多，樓下大概5000萬，離地有一點。